要求就是属于那种，哎，人家过最牛的时候，我说建议不走，不，他可能有点容貌焦虑，就是 maybe 对吧？就是刚弄完就有点那个抑郁的那种啊，应该是产后忧郁症，不行，我就要变美，对，我瘦不下来，但是我要美，你知道吗？拿钱砸。早上人还是下午这会儿人有点多了，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没啥人，刚才早上一会儿说做新房呢，那有民工军阀的衣服，民工啥乱七八糟，三十一件，那光做衣服就行了，那也可以，说交给你啊，然后不是衣服就统一了吗？交给我吧，去做。我的意思是你们去挑，对，不要钱，对，这是最是完美的。好的，可以。那把咱这次拍完了就可以。你说嘛，又不带衣服了。对啊，他也是直接就在这儿开整容完了嘛。我那一堆东西，下回就带两身，然后像去来这种地方，就直接在这儿租。